一边去啊，我忙着盗墓呢，我可没有时间这花钱雇你。有没有人看看我呀？我可便宜了，啥活都能干。学长，我雇你，跟我走吧，咱们组织一个血云组合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行，那咱先干点啥呀？先帮我把这山挖了。挖山呐？家树啊，你别盗墓还缺人不？我最会盗墓了。我那边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小伙伴，我现在带领大家看到的啊，就是著名的金字塔。让我们看看金字塔里面有什么。有机关。不，家树，你太假了，有机关你得掉血呀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有机关。我就是金字塔的守护神蛋宝。掉血就掉血，那也不至于打死我呀。徐让，你快陪我，谢谢。我是守卫兔子，我俩是金字塔的雌雄双煞。快说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闯入我的金字塔？要不然我可动手了。这就不对了，怎么还成了你们的金字塔了呢？我是守卫。臭不要脸，这都几个守卫了？那绝对是来偷东西的，快把他赶走。好了好了，其实我是一个考古学家，我是来参观的。不是，你们给我家当旅游景点了，是不是太不把我当人了？再等一会儿，我可就收门票了。你在这看半天了，那你说说你都看出啥来了？啊，我看九肉美人翻箱子了，我要告密。九肉美人监守自盗，你这都偷你东西了啊？对对对，我这都录着呢。江州和美人都翻箱子了。反派，你相信我，我是守护箱子的神兽，我是保护箱子的。神兽和禽兽只在短短的一瞬间呢。据我对他们几个的了解啊，他们三个应该都拿了点儿。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他那箱子里一堆石头块，谁偷啊？对啊，全是那些碎石，谁偷呀？就是呗。破案了！你们几个要是不翻我箱子，能知道那里面全是石头吗？啊？